Era.可以喊的呀，没有，这打的那下可以喊的呀，打完不能喊。我看他第一次蛮动，我想打他后面。关节的接发这么狠啊！偏了这么多，有了。没打过吗？四点零的，在我们家是男的，知道吧？关键四点零的还要分身。小心啊，还看行啊行。
你拗上我又冇乜準備，喺度望住喺度睇，應該準備好啊。係啊，本來是剛剛壓線的，我很接近。你加了力，它刚刚反弹，我就你小力一点，它过来慢一点。这球做到蓝边有点影响。对，给挡回，我再平衡。来，这个算是主动的。应该不是塞到后面了。哦，
那个球打的没办法接。第一个球也是这样。对，第一个球也是甩开了，甩开甩出去了。对，甩开出了。居然给他们拿了一分。好一点，我操，牛逼啊！对，这个跟我干的那个一样，就是你好呀，最后才加的，对，就是你好呀，哎，你那个是一千多，他那个是三分押金，这个白大的 ，Over over， 意思啊？没有，他说他打的那个，他那球出了没有？出了。他打的时候，我身体还没调整到位，就边调整边打。哎呀，小时候调整的调整，哎呀，你的球。怎么追也追不到？哎呀，这样这样，有两个吗？
后就看人家。对对对对，我怕你刚打完第没有第二下反应。我打他，我就要遇着他打到。没错没错。过来不好接。哎呀！快这样了，好了，只要这里是本来是能跑的。不能两个都压线。一个球，硬不还在这里，多这么多。我去，无路可逃啊！这球也打也算不错了。没有，我对着阿光打这个，没有打中间，应该打中间。我找现在。八多的。你刚才在喊，我也不让我喊。
天哪！还是给他了，没有没有，我打到我拍面这样。这你拍面还是给拿出来呀？对啊，哦，这边。太难了，没打中。没事，来。OK， 还有。就给我完成了。OK。我去！哎呦，好棒好棒，我操，发的真好看。Okay.
对，不然基本上被球跑了。没有，我肯定要挡，因为我好像我上面肯定不要挡。射电波的。差一点点啊，这太多了，差一点点，很好，真打到了，他不太好接了，好球，我找这里室友一点，这里室友一点。第二盘可以换啊，你要先发，你先发也行。我先发吧，我先发说。